这场汉服变装游行不仅仅是要让民众看见汉服的华丽，也要借着这样的游行告诉民众，汉服不是古装，也可以是现代服装。哦，我们今天的游行的话是走明代的服饰，就是让更多人知道，哎，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服饰，可以来做一个日常穿搭，或者是说，哎，当你拍照的时候，它会是你的一个选择。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把汉服融入现实生活中。汉服爱好者表示，会喜欢上这类服装，其实也是看见汉服经过现代变革，确实有其美感，且非常具有民族特性，兼具优雅华丽与利落于一身。在中国，汉服甚至是许多年轻人出门的穿搭选择。今天下半身穿的是马面裙，上半身是自己平时出门会穿的针织的衬衫，平常出门可以做的穿搭。这感觉可以大家一起出来，为了这个汉服的理念哈、哦、来出行，我觉得相当比较有意义的地方，就很有趣。然后平常都没有看过这样，对。然后哎，好像可以很华丽，然后哎也可以很就是素雅这样子。为了让传统服饰再生并融入现代生活，这群汉服爱好者积极规划属于自己的游行。他们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与现代审美结合，以服装作为媒介，让不同世代与文化背景的人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。人人新闻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。